大家好，我是提问力决定你的财富权利的作者李楚文。我是线上充电站的节目主持人谢伟健宪哥。10月29号礼拜五晚上7点，我们访问到提问力决定你的财富权利的作者朱楚文，来谈谈他在创业的这几年怎么样整理他的资料，过去的这段时间用提问力在他的记者生涯发挥淋漓尽致，而且他现在还开了一个提问力的线上课程，他到底怎么做到的秘密都在这本书里面哦。线上充电站周五晚间来作伴，一定要收听哦。